吃饭，剥拉金针菇。酸辣生姜，鸡腿，
吃饭，今天吃个香菇鸡汤米线。嗯，这是一份的量啊，姐妹们，你们想要量多一点，汤汁给它灌满，然后多泡一会儿就可以了。只有这一个变量是我自家的。能吃辣的拍那个香辣牛肉的，不能吃辣的拍香菇鸡汤的。它是泡个15分钟都可以吃了，如果你想量多一点，你就泡个30分钟以上也可以，它的量就是和我一样了。